原标题：我党潜伏最长时间的地下党是他，直至1993年才被人所知。我党地下活动是由周恩来建立起来的。早年周恩来和陈赓一起在上海工作，作为我党我军的创建人之一，周恩来一直都是我党地下人员的指挥者，而且有的特工名单只有周恩来这里有，他们和周恩来单线联系，他们也只有在最关键的时间才会和周恩来联系。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还有郭汝怀等人，他们为党为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到死都没有恢复名誉。在建国后，有的人带着任务去了台湾，他们准备长期潜伏下去。在建国前线，傅作义北平起义，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才被人所知。今天要讲的是严佑文，他是我党历史上潜伏时间最长的地下党。严佑文是被列为北平解放的重要人物，和傅东菊并列。严佑文出生于陕西，在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严佑文聪明机警，不到几年就担任了傅作义的秘书。在45年，他和党组织联系上，边区政府一直保持和他单线联系，不允许有任何组织的联系，而且党组织一直让他密切监视傅作义和蒋介石之间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联系，解放后基本上没有人可以给他证明。之前一直单线联系的老地下党西省，1947年的时候，傅作义担任华北地区军政一把手，期间严佑文担任了傅作义的少将参谋还有新闻发言人，期间严佑文把傅作义和蒋介石还有其他国民党教员的一些行动和矛盾想法告知党，为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大作用。解放后他的身份一直都保密，他先后担任华北、绥远等水利部门的职员，在62年因为纠疾病复发去世。关于他解放前的事情无人再给他证明，他的子女还有亲属等工作有麻烦的时候，直到1993年的时候，他的子女先后提供多种材料证实他的身份，至此他被写上了英雄的光荣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